得奖的是素人大冒险，恭喜你们！奇幻生动的故事情节，充满空间感的声效设计，透过这对泰雅族小兄妹的惊奇历险，自然流露出人对自然的敬畏与互共互生的领悟。恭喜树人大冒险！首先谢谢原文基金会董事长一直以来的支持这部动画，然后再感谢评审的肯定，还有就是谢谢魏佳宏老师以及龙兰导演一直对这部动画的提点，那最重要是感谢蓝色师动画团队的努力。感谢评审委员的肯定，那么树人大冒险这部动画希望带给小朋友欢乐勇气跟梦想，那感谢圆明台圆舞会给予我们团队的创作空间跟指导，感谢林木一阿基老师、马基阿基老师对我们团队带来生动的泰雅族语的配音。那么感谢我们的故事跟美术顾问邱董老师，感谢音乐设计 James 刘光史，刚刚才跟我讲要讲他的名字，啊，感谢蓝色是动画同仁，大家辛苦了，好，那最后感谢呢本片的泰雅族语顾问。对不起，泰雅族文化顾问黑带白眼老师，好，他前一阵子离开我们。那老师的这个文化大权呢，在陪伴我们在创作路上永不停息的冒险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